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汇率周末报。坐在我身边的这一位呢，是汇率董事黄伟杰先生。师傅你好。Margaret，你好，大家好。首先呢，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恒生指数。今日恒指呢收盘价是20,506。恒指呢其实本周一直呈现一个横盘的状态，一直未能突破21,000点。周二呢最高见到20,890点。请问师傅，恒指到底还会横盘多久呢？您可以帮大家分析一下，接下来应该如何布局恒指吗？好，恒生指数这个星期呢，高低位呢只有高低波幅只有620点，最高是20,890，最低呢就是20,270，还是继续的维持在幅波动的一个形态，还没能突破20,000到21,000点这个波动的区间。但是其实也可以理解，因为这个星期呢，港股没有新的利好消息的刺激，是的。而也另一方面呢，有蛮多的因素，重要因素要观望，包括外围方面，美国这个星期大选，有很多大选是下个是月的，的啊，这个星期呢，美国有很多重要的经济数据公布，包括跟就业有关的，有小非农是 ADP，的，有星期今五天今晚天晚的上的那个非非农农。就业职位，然后还有消费信心PCE 通胀数据等等。另外一方面呢，市场也关注中国有没有进一步的刺激经济的措施，然后下个月呢，就会有那个刚才你提到美国总统大选是的。还有就是中国人大会议常委会开会，会不会到时候有一些重大的没政错。策会审批和通过呢？这都会影响港股，所以我觉得呢，港股可能继续会等待，等待刚才提到的一些重要因素会不会为港股带来突破？不过从恒生指数周线图去看呢，暂时呢还是虽然这个星期三大指数呢连跌4周但是呢在形态上、技术走势上，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图形Margaret，你知道这个图形是一个什么的图形吗？就是那个阴阳烛吗？阴阳烛的，对。我们叫这个是上升旗形，一啊，个，上升旗形。对，就是经过之前的急升，然后回落，现在就进行整固盘整。通常上升旗形呢，完成盘整以后，再往上走的机会会比较大。相反，如果是一个下跌旗形的话，那完成反弹、盘整再往下走的机会就比较高。但是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图表上是一个上升旗形，所以希望在11月初有一些利好的因素可以为港股带来一个注入突新的破一个，啊。但是看好之余呢，我们也要留意，就是支持位2万点，如果失守的话呢，那就会破坏了这个上升旗形，走势会转弱。而如果可以突破21,000点的短期阻力位，下一个目标渴望上市21,600点。好的，谢谢师傅。那么，师傅刚才也提到了有很多重大的经济数据嘛，就美国方面，比如说美国9月的 PCE 同比上升了2.1%，符合预期。其中核心的 PCE 呢，同比上升了2.7%，略超预期。就是 CME 有一个Fed Watch，就是可以大家可能会预测一下减息的这个可能性。对，然后它11月呢。减息的25个点子的概率呢，超过了90%。那么12月进一步减息，超过减息25个点子的可能性呢，接近70%。您刚才也提到了一些失业方面的数据。那么10月26日止呢，当周首次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呢，达到了21.7万人，低于预期的23万人，以及前值22.8万人。那么您刚才还提到了周五今天晚上的非农数据嘛？我看到那个联储局的理事沃勒，他说可能这两次，最近有两次飓风嘛，还有波音公司罢工，这两个事件可能会导致就业增长人口呢减少10万以上。
那么美国大选，我嗯，们刚才也说，可能在下个月，就是11月份，他可能嗯，减息，就是开那个会议的时候前后公布这么一个结果。嗯，嗯。那请问师傅如何看待美联储接下来该怎么部署一个减息的路径呢？嗯，美国10月的非农职位的数据今天晚上才公布，但是是我的。们参照星期三公布的小非农那个ADP 10月私营机构就业人数呢增加了23.3万人，比预期的11万人为多，而9月呢，增加的人数也上修至15.9万人，所以暂时看到你刚才提到那些天气的因素，是飓的。风似乎对10月那个小非农私营机构的新增就业人数没有带来太大的那个影响另外呢，就是你刚才也提到那个 PCE 是的。联储局非常关注的一个通胀数据个人消费开支物价指数，那9月的和那个PCE 呢，整体是符合市场预是期的。的，但是那个核心的 PCE 呢，按年升幅呢2.7%，就略高于预期的2.6%，而且呢按月升了0.3%，是创下了4月份以来最大的涨幅所以反映了那个通胀的放慢的程度不是很快很快速，所以呢也支持联储局放慢降息步伐的那个理由充其量市场现在看就是11月跟12月每次再降息1/4这样子咯另外在那个裁员方面呢，其实昨天晚上美国人力资源机构 Challenger 挑战者这家公司也公布了10月份美国雇主宣布裁员55,000多人，按月是跌了23.7%，但是按年是提升了50.9%，这反映美国的劳动市场呢，其实也有一点隐忧。就可能还大家还要关注一下劳动市场这边的消息，对，看就它看会不今天会晚有一上那个些数据喽。不利好的因素。好的，谢谢师傅。那我们刚才提到了可能港股会依赖于一些政策的实施。哦，本周呢，其实中美金融工作组呢举行第六次会议，双方呢就两国宏观经济、金融形势、货币金融政策、金融稳定与监管的资本市场等议题呢进行了讨论。中方呢介绍了一些金融管理部门支持经济增长稳定的一揽子政策，包括比如说中国人民银行支持资本市场稳定发展的两项工具，就是证券啊、基金呢、啊、保险公司互换便利，还有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等等。那我们之前其实也看到路透社有些消息说，中国即将考虑增加超10万亿债务以重振经济。这个消息其实比较重磅，最近一直在讨论。那请问师傅，您如何看这些会议啊，还有一些消息对于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的影响呢？好，有关中国正考虑在发行超过10万亿元人民币的债券是的。去提振经济。其实这个消息是在这个星期三港股收盘后传出的在当天港股收盘后呢，我们看到那个恒生指数夜期期货的晚上的那个交易呢，曾经是表现受到一定的这个报道的刺激当日呢，我们留意到那个期升指了多少？夜期最高曾经见到21,116点恒生指数一直没有突破2万1是的，恒生那个夜期夜呢期反是而在突破星期了。三曾经短暂突破21,000最高见到21,116，但是之后倒跌了103点，最后收盘呢是2万0746，还是要下跌43点，所以从当天夜期的那个夜期货
那个交易的情况，反映市场对这个有关的报道，10万亿元特别债务去提振经济的反应，比较没有比太较正面短暂的，没有太的一正个面，时因为间，最后业绩还是下跌是的。的。这个你问我怎么看呢？首先呢，就是根据市场的报道这10万亿元人民币它是分两部分，一部分是6万1。计划在3年内去筹集，主要是用于帮助地方政府应对那些隐性的债务风险。是因为的，现在有报道说，中国地方政府呢，不同的地方政府有多达可能70万亿元的城投债，是那的，个城投债隐是一性个，的债券面对重灾区。到期。偿付的一个如果没能力偿付就违约的风险，所以这个帮助地方政府去应对隐性债务就是一个化债的一个举措另外4万1元的债务呢，就计划在未来5年内去发行一些专项债券4万亿元或更多的，用来呢是用于闲置土地和存量商品房的收储项目。那这个就是帮跟地产那方个房面地产相市场关的，之前那一个呢就是帮地府政府呢去城化投债债去化债。有一些解读呢就是说，如果可以帮地方政府应对那些隐性债务的风险还债。然后地方政府有财政上的能力去做一些刺激地方经济的举措，那对经济还是有一定的正面的作用。然后房地产方面，如果可以利用那4万1去收购闲置的土地跟一些存量的商品房，让那个楼市可以回暖复苏，那对拉动消费呢，可能也有一会定有的一刺定激的作用。刺激作用，但是我觉得暂时的看法呢，就是远水救不到近近火。火因为刚才提到筹集那个6万1是未来3年内去做，三然年后还很远呢。4万1是5年内筹集是不是成功有一定的不明确的因素，不确定因素，然后它用在化债和收购那些闲置土地也好，商商品品房房，也好，但是最后能刺激经济有多大的作用，现在还是未知之数。所以市场的反应，后来呢，我们看到对这个10万亿一听起来呢，觉得哇，数好字多很大。钱，对，后来在消化之后呢，就觉得发现还还是有挺很远多的。很远很多不明确的因素。好的，谢谢师傅。那刚刚您提到那个4万亿，可能在未来啊，是对房地产行业有一定的一个刺激作用。那我们就来聊一下房地产吧。就中国呢，近期其实一路的都有在出台一系列的房地产支持政策，包括降低贷款成本啊，然后放宽限购啊，还有降低首付等等措施。各地呢都在积极落实金融支持房地产政策，加大城市房地产融资机制工作力度，积极推动这个白名单专案的扩团增效。那么10月份，百强房企呢实现了销售操盘金额4354.9亿元，环比呢增长了73%，业绩呢规模达到了年内的最次高，同比增长7.1%，年内呢首次实现了单月业绩同比正增长。那么师傅，您觉得房地产是否是真正的迎来了复苏呢？首先呢，我们要看这些措施呢，基本上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呢，就是帮助一些有债务问题的那个房地产公司。那个刚才提到白名单是就的，是银行去贷款给一些比较好的项目去完成保交楼。保交楼的第二个目的呢，就是维持购房的人的信心，不担心我现在买了那个预售的房但是到时候交付不了，那我的那个资金就血本无归了但是所以未来这个购房的信心的回复呢，我觉得还需要一段时间去慢慢的
回复，这个也看宏观经济的表现。如果宏观经济复苏加快的话，那购房的信心、投资的信心也可能会比较快回复。但是如果那个宏观经济的复苏比较缓慢，那对于购房的还有投资的信心的回复呢，也是会比较慢的。另外我们也可以看那个房价，因为从成交传导到房价的上升还需要一段时间。我们看到，直到9月呢，内地的房价还没扭转那个下行的趋势。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内地9月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售价按年呢下跌接近6%，继续那个跌幅扩大，而且创了超过9年来最大的跌幅，按月呢跌幅呢就维持在0.7%，是连续15个月下跌。4个一线城市当中，只有上海的房价维持上升，按月及按年呢分别上升了0.6%和4.9%。但是其他的一线城市，比如说北京、广州、深圳的房价呢，按月和按年的跌幅还在扩大。北京的那个房价呢，按月是跌了0.7%，按年跌4.6%。广州按月跌0.9%，按年哇跌10.3%，双位数的跌幅。然后深圳呢，按月跌1%，按年跌8.6%。所以未来我们还是要继续观望，看那个购房信心需要多长时间去回复，然后推动那个购房的这个成交增加，推动房价回升。但是我觉得这会是一个比较长的过程。其实这边我突然想请教师傅您一个问题，就是一般来说房地产它复苏的话，是先从一个这些大城市开始传导，再逐渐传导到二三线城市这样子，对吧？对，所以现在大城市我们一般就是说北上广深4个一线城市，暂时只有看到上海那个房有价所，扭转了那个下行的趋势，但是北京、广州跟深圳还没有扭转那个下行的趋势。那看起来房地产复苏还是需要一个很长远的时间。好的，谢谢师傅。那么本周呢，其实很多的公司都在公布业绩嘛，我们常说的三桶油也陆续发表了3季度的业绩，比如说中石油啊，前3季度营收达到了人民币22,562.79亿元，归母净利润呢是1,325.22亿元，同比增长了0.7%。中海油呢，前3个季度呢实现了营收是3,260.24亿元，同比增长6.3%，实现归母净利润1,166.59亿元，同比增加呢19.5%。有消息称呢，以色列情报部门表示呢，伊朗正准备在未来几天从伊拉克领土袭击以色列，可能会在美国大选之前。然后之前我们经常会讨论一些欧佩克加的一些政策，他们原本计划说12月份开始放松产量的限制，但是路透社报道，他们比较担心石油需求的疲软，还有供应增加，可能会将该计划推迟一个月或者更长的时间。那请问师傅如何看待石油价格未来的走势呢？石油价格呢，我一直认为是利好利淡因素同时并存。利好的因素，现在很有趣的是，就是本来是属于利好的因素，现在变为利淡的因素，就是在供应端，因为之前油主呢通过减产去支持油油价，价。但是从今年12月开始，油主会恢复生产，而且呢在需求方面呢，油主也连续3个月下调了今明两年全球对原油需求那个增长的预测所以反映现在油价是无论是供应端和需求端都是比较偏淡的那个基本面另外比较有利油价的就是地缘政治局势的紧张。不过呢以色列跟伊朗方面呢就当然我们不希望爆发大型的战争，就因为
之前以色列采取对伊朗的报复的那个袭击的行动，只是针对伊朗的军事设施，没有没对有对伊它朗的的石油能设源设施。施啊，还有那个核试设施进行袭击所以就降低了那个对油价的那个地缘政治或者是战争加剧的一个风险对油价反而是不利的。那然后三桶油的业绩呢？我们都看过了那个第三季的业绩，我认为三桶油当中呢比较看好的还是中海油。然后排名的话，我会排中海中海油油第第一，一。第二是中石油，然后第三是中石化。中海油呢，我们看到它第三季的净利润有369亿元人民币，按年增加9%，然后首三季的产量达到5.421桶油当量，创了历史的新高所以它是受惠那个产量的增加。然后今年首三季呢，中海油又做了5个新的发现这个对未来产量的增加会有一个支持的作用。而中海油管理层呢，有信心达到年初提出的产量指引目标上限，而且呢，今年已经取得一共是9项的新发现和23项成功的油气评估这三桶油当中，我觉得那个前景的能见度比较，特别是在产量方面，中海油是最最高有的潜力的。唯一一个变数可能现在不是太能预见的就是油价因为影响它的，但是它的我们看到第三季业绩，它的成本那个开采的成本每一桶大概是28美元，相对于其他的石油企业、能源企业，比如说中石油跟中石化它是最低的，所以这个也对它的利润率有所保障。好的，谢谢师傅。那我大概就总结一下今天的几个问题吧。就首先恒指方面的恒生指数，师傅提到了一个上升骑行，我们可以关注一下。如果能继续比如说下个月有一些国内也好啊，国外也好的利好政策，那港股呢有望突破21,000点的话，它有可能下一个上望就是21,600点。那么美国经济数据方面呢，师傅建议大家关注一下劳动力市场的数据。因为劳动力市场可能存在一些隐忧。中美经济方面呢，是不是觉得可能这10万亿呢的债务还需要3年至5年以上这样的一个长远的规划？所以可能是远水救不了近火这样子。关于房地产方面的，房地产方面目前来说，只有四大城市嘛，只有上海这边可能房价有一些。略微的上涨，其他三个城市方面的房价还是一直下跌的，那么房地产复苏可能还是一个比较缓慢的过程。好，还有最后一还条，有最后一条，就是三桶油方面呢，三桶油这边的话，是否最看好的还是中海油？那因为中海油的成本也相对于其他的成本要低一点，而且它的产量啊，它的一些净利润啊都比较高。那么以后呢，也欢迎大家多多关注我们的周末报。支持多多支持师傅，也欢迎大家多多提问。好的，今天的周末报呢就到此结束了，希望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周末，好，拜谢谢，拜，拜拜。谢谢。